疫情期间，弟子和团队去关怀各离岛的会务，带动当地志工。菲律宾社区志工今年将会有60位志工受证慈诚委员，也是有史以来受证人数最多的一届。我们定会好好陪伴传承，做好培育工作，广邀人间菩萨同根福田。慈济菲律宾分会将步入第20年，相信在菲律宾家人的和和互协努力下，将会越来越成熟稳健。每一次菲律宾在报告，我都感受很深啊。国际人医会也是因为呢，菲律宾早期啦，在柯医师、李医师、跟卢医师、史医师等等，大家呢，那个时候每一年来到华联，8月都是呢月圆的时候来华联呐，还记得那个时候。我们呢都在外面的草坪里啊，那赏月啊，度中秋啊，记忆很深呐、所以呢这都是呢有因缘，就是从菲律宾的那仁医菩萨那一份的投入用心用爱，再回顾过去的点滴的因缘，我们都要重视啊！这叫做历史。一路走过来，很辛苦，也是很幸福。相信呢、慈济发挥在当地呢，是会很永固，因为慈济面对的是社会，社会呢，许许多多啦，贫穷、病苦、残疾人，所以真的很需要慈善的机构在那里。慈济呢，就是呢那一份的社会啦。爱心人呐、无私大爱，很热情的拥护着他，支持着他，所以一路走过来，感恩菩萨们呐、那历任的执行长，总是呢都很用心，人人呐、委员菩萨们呐、总是锲而不舍，不断的这种的爱的能量增加。我们在这里呢，要很用心来耕耘呐、我们还可以呢，更招菩萨的招生呐、其实呢。就是提升人间呐、净化人间的希望。我们的希望就是要靠的人气、灵气啦。那这核心呐、协力啦，我们有心要提升人多，就是灵气、人气啦。所以才会呢，有那一份的很祥和的锐，这锐气。我们呢，了解人间呐、越来越无种。佛法在人间，它的法就是要净化人间。所以用佛法。不管什么法，只要正统的法，
天主基督我都很尊敬，尤其是我们重视是佛法，用佛法的精神落实在我们的园区里，同心同志愿，我们是志业的意思呢，那就是心愿，人人的心灵的宏愿，这叫做立志立志宏观，宏观立志。我们要身体力行，净化人间呐、啊。有这个园区呢，是最好，最好集中善与爱的人力的道场，所以很需要。那当然啦、啊，佛法一定要展开。当然，我回家了。今天也听到三宝园呐、啊，这杨居士呢，也是很资深，早起啊，那个地方呢。是时常都有社会问题等等，那坚持的力量啊，可以这样维持，不只是呢频频维持，还是让它呢弘扬广大起来。但是需要人力，人力越多了，在三宝园呢要发展也是机会很大呀。所以说还有呢，十年前的宝和岛等等那样的推动呢、啊、当然呢、啊、慈济时常都说哪里有灾难我们就哪里动员，到哪一个地方去付出，才开始呢会引导引发了爱心人出来。我现在很期待不要有灾难，我们要有爱心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见人说慈济，把慈济呢我们大家用心用爱付出，就如呢一粒粒的种子，就人人呢发心为农夫，只要有好的农夫，有这一大片的肥沃的土地，只要我们用心用功夫把爱的种子啦在当地呢布种，会让我们人间呐、啊，干枯掉的土地啦、啊，它呢，会成为绿意盎然，而且呢，可以给气候啦、啊，有生机，那很自然呐、啊，秋末树木啦、啊。还有大地的花草，总会呢，让它盛开，好、哦，那展开了这样的美好的大地，要美好的大地啦，好的社会，要从我们已经呢种子成为这种农夫。还要再辗转的再布种，我们各位慈诚菩萨龙洞慧眼，这都是呢我们呢要美化大地啦，绿化在这样的天地之间，让它呢气候调和啦，人人平安。所以我时常都很感慨，
现在说气候不调，其实呢是人心不调啦。我们现在呢需要调和人心，要用法，用法度。法度呢，就要先把它靠进来呀、啊，来核心呐、啊，核心时常的这样的，所以核心嘛、啊，和这一念心，人人的一颗颗的爱心汇合起来呢，是大爱核心。大爱核心就是人间净土，这就是菩萨天地。